今天有太阳祭活动哎、欸，什么是韩国朵拉？啊，韩国朵拉，来喽，先去冲一波，先冲一波，冲啊！我东西还没有打开，哦，这边已经好多人了，哎。开始内阁的时间了。lag 啊，错啊！等一下，是不是往下走了？没错。好，第一个，超没品。这个情况下，你能办法用飞的吗？我这随便。怎么飞的？你要把它挡住吧，有点远。啊，这边没有了。完了。新的龙？什么新的龙？我获得野生的混沌，现在杀回。野生的哦，应该都会每天拿到一两个吧。啊，冲啊！谁在喷射？啊，你跟着别人屁股走就好了，请别人帮你打。奇怪，我这个地图的人都没有要刷韩国朵拉的意思。是哦，那么无私哦。对啊，然后我发现我的目标处已经有人在打了。哎，我这边是打完了，是不是？那、啊、你他喵的，我这边打，啊，我还刚凿了个洞进去，145分，4、5、6、7、8、9，要往，要一边看地图才知道要往哪边飘，对啊，我只要打九个副本，哎、欸，你已经打完五个的了。因为我有那个加成，所以理论上只要打九。加成是 Neon Ninja 啊 ，Neon Ninja 跟冰法师是不是？对 ，Ice Sage。哦，我又有了。呀，这边已经是双，这边已经是双语了，不行了。哇！想说一起打说，算了。继续北漂，继续往上漂。哈哈跟那群人一起打好了。哇、啊，这个距离有点长。可是大型的应该蛮耗时间的，我决定。啊，对啊，大型就等三星的被打就好了。好了，帮他一把。哦耶！啊，可是这样子，接下来要40个，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应该蛮有压力的。我觉得不太可能。可以啦，还有15分钟。你看，你有附近有没有一群人在打？就跟着他们屁股走就好了。也没有，通常都是我后面跟着一群。再来！哎呦，按你，按你武器。哎，是不是打完了？我超级耍废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这实在是看不出来。
上，我直接从下面直接爬去。卡死！感谢你的抖内。啊，这是往下走的啦，难怪哦。北七，我走错了。我要怎么走？四十之一，我还有39要打，没有加成，大概会很难打。慢来，我听一下很旱来自旱来鱼港。哎，这是结束了是不是？什么东西把他打晕？再来几个就好了。啊，那边叉叉了，叉叉，动作好快啊，冲啊！是新的龙，我已经把上次收集的鱼龙做出来了。哦，这边鱼龙打完了。哎，不行，这样子真超过。我这边应该是不是没有人要进去打？这有点严峻啊！然后。就是说这次的活动是在做什么？有人知道吗？他不是说什么 "Select a house in a club" 是指什么东西？对啊，好像可以选一种房子，因为它有三种 NPC。所以一开始是先选房的意思吗？对，颜色旗帜不太一样。我听起来像是什么租屋网之类的东西，房仲业者。哦，再插一个，哇，好快啊！这有一个冰沙，怎么看不到出了哪边是哪一个、啊？它有一个有点偏掉的东西，不确定。哦，这边结束了，爽啦！哎，有人在讲说怎么弄，选一个驻点，跟他对话，选一个你要的助手，可以换来领取助手额外的东西，所以就是随便选一个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多选同一个。有了，咪咪，然后就乱跑。咪咪，哇，有人真的飘好快。我手是冒险世界，等等，冒险世界是什么？你贴啊。刚刚开的什么东西啊？没看到。这个怪在哪里 ？BOSS 在哪里啊？哦，这个。Welcome to Trough Lag。这种会需要一直刷的就会 lag。谢谢。挑这个 NPC 的黄金色都有，冲啊！一开儿子整个大找，完全都在找那个，超好笑的。完全就只为了找 BOSS 来打，感觉超好笑。好，都平了他。不是，那个东西吗？哦，刚进来就是了。泰森，我来选泰森。泰酸，泰酸，
我要跟他讲话。重选助手。这都有。啊，再挖八。不行了，我觉得。这要换相关职业，要不然的话应该打不完。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不太行，代表了之后要势必要多一点那个，然后要势必多弄一点，要不然是不可能。手机没有足够空间，它足够空间指什么？我们身上就还有空间哦。它那个是 bug 吧？你 是都点一次全部零？对。好像会这样子，如果一个一个零就不会有那个讯息，这样没有什么意思啊，好诡异哦。Switch World， 你是说在哪边？在 Hub 找一个矮冬瓜 NPC， 这个东西怎么？你是说看起来像一个马人的那个吗？还是鸭子？有三匹马人嘛，然后第四个角落有一个 Q 开头 NPC， Cubesley， 就是长得像伙伴的那个，跟他退换啊，这个是什么什么 Craze House Bandage 这个 Pinata， 当然就选 Pinata 了，使用徽章。他还要用快捷键使用，我以为是用按左键使用。拉去 R 使用，拉去 T 使用，然后使用之后就，就好了嘛，就这样子。你就可以跟那个龙 NPC 讲话。龙。旁边那三匹，看你选哪一种颜色的。Make a donation。新增冒险任务，暂时他那个冒险任务还要自己。点冒险任务自己去看。因为他好多英文啊。Donate a cause, Tobia, help us for燃料。Get up the stone. If you have your little friend with you, can get up. 所以我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去这个 bonfire 这个地方。这好像是另外一个任务。他 现在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斗内五十次，一个是收集。嘿嘿，是。哦，任务叫 stick。哦，这边有人丢 YouTube 教学，看一下。我直接丢那个 Discord 好了。现在还要看影片慢慢看嘛，有没有比较简单的讲法？我觉得图文教学可能还比较有用。啊，使用马徽章找对应的马，接取每日任务。对，然后马给的任务是制作五十个 donation， 奖励是活动黄箱。donation 在哪边做、啊？另外一个每日任务是找萤火堆，领取，然后制作一个萤火，奖励是活动的黄箱。啊，所以是做火一个萤火出来。看看 stick， 反正就是在野外会出现一个马头怪，然后打死他会拿到这些东西。那个马的 donation 在哪里啊？ donation 旁边有个箱子叫 donation station。等一下，我先，我被拉走。他叫你去打马头，因为我刚一开始其实的确是，为什么一开始出现这 pancake 啊？不对，你这个是糖果朵拉的吧？对啊，糖果朵拉就算了吧。糖果朵拉那个就算了，那个真的，我这个角色那个都没办法。收集15个木棒，主要会出现黑暗码头，每次进入世界都要启动，就换个世界就要启动一次。我要找码头就是。就黑黑的这个嘛，这是
收15个哦，因为他会要你一直用一直用。那个在哪个区？那个在我的身上哪里啊？你有换吗？就是有个像硬币的东西。你说什么 ？Pen Pinata 这个？我看看，因为他现在是什么什么 House Badge 啊？对啊 ，House Badge 有啊，对吧、啊？对，那就是你放在你的 R 或 T， 然后每换一个世界就启动一次。哦，所以我还要启动啊？啊，你启动才可以去打，是不是？就打那个怪才会有掉东西，不然会有掉任务道具。警察兄弟，哦，掉木头了 ，stick， 可恶，害我前面打了那么多个。OK 啦，这边来顺便刷这个东西，刷点指控，反正我身上有战龟了，我卡美拉。他只差不能够边旋转边爆炸。是7还是8这么快？换成硬币。哦，多的会换成硬币。哦，其实你是说，所以哦，每天交一次，然后哦，原来是这样子算的。对，交一次 bonfire， 然后多的会帮你换成硬币，应该是这样子。这个算给力吗？零。等，怎么要到别的世界去了？这是什么？哪里过来？是要给你刷码头啊？是啊，码头随便哪边都可以啊。码头我在别的躲在那边也可以随便打、啊，其实没有很大。必要特别要特那么，我先去领地弄一下东西。等一下是不是码头啊？哦，不是，是仙人掌啊，抱歉。我先分解一下我身上不要的东西啊，太多了。哎，那算了，分解一些，我再分解。怪，只有一个。这是 U5， 这是 U8 啊，好吧。我已经收集到3个黄箱了，这么快？对呀、啊，黄箱就抽奖用吧。你抽到什么呢？最好是给我多一点龙币，因为我最近整个就是忙翻天，完全没有刷龙币的迹象。可是为什么沙漠边境感觉没有什么？有什么黑暗码头、啊？我感觉糖果朵拉好像比较多呢，之前也都是在那边找到的。对啊，可能要回去吧，回去那边找会比较容易看到。刚刚有人讲糖果朵拉跟什么？妖精森林、中古高原，是吧？我现在正在中古高原，没有看到半只。完了。秘密。今天是有遇到两三只都在糖果谷了。完了，说糖果朵拉有了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有了，我找不到 Bonnie 了 ，Black Pony、哦。Bonnie 躲起来。你说中古高原吗？啊，跑到和平山丘了，糟糕！会，开始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到处飞。中古高原应该是呀，有什么拉到的？哟，耶！啊，这个东西我已经有了，狗尾巴草。吼！哦，有一个人跑过来了，可是我这边没有半只人头马头人。我再看一下，
中土花园。有限制区域啊，限制什么区域？哎、欸，奇怪，这边是 U 8还是 U 7啊 ？U 7哦。哎、欸，为什么 stick 我反而拿？我要捡它是不是？啊，不是啊，可能刚刚我那子没有造成伤害，难怪我一直没拿到。啊，是啊。对，因为我刚说炮弹直接射了，然后就有接下来就被人家打掉了，所以严格来讲，那应该是不算我有造成伤害啊，可能就是我没有造成伤害，所以就爆炸，所以我什么都没拿到。哦，我没吃硬币哦，天哪！他们要是没有吃硬币，没关系哦。可是很诡异耶，照理讲的话，我应该是今天吃过一次硬币之后，我应该今天我在我离开这个伺服器之前，应该都可以拿到才对啊。然后现在他说换世界要吃一次，所以离开那个世界就没了。为什么现在我的向日葵？啊，我的游戏 crash 了。我觉得我的也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拿那个向日葵的那个花苞也没有反应。哎，可是有人要跟随之后，我又你这不是和平山丘吗？和平山丘为什么会有？哎，我的没有 crash 掉了，所以到底是怎样？妖精之身，好了，不是，是洗澡时候，抱歉，搞错了。哈哈哈，集齐三位勇者算了，这边没有三位勇者。啊，明明就是，怎么突然变这么多人？和平山丘为什么刚刚会有码头人地方？我这边看到很多啊，不要把我拉走。快！突然觉得码头变得很……硬啊！哇，巨大！哇！好，没。我在打，我正在打。剑之身，哎，等下你这个太痛了。等一下，你刚有人说叫飞他，跟飞哪？哎，是有十只的意思吗？太多了吧，这样子也只有一只吧。只有一只，哎，不对啊，这代表这不就代表说我的那个攻击超弱吗？发人就是要开大招，不是啊，发人被打一下，几乎快没血，太夸张了吧？你是在 U 8吗？对，我好像被带到 U 8，所以，哎，可是这边的、这边马蜂真的不错多哎。这边已经，我觉得好像只有 U 8才有样子，是吗？可是我之前走那个糖果朵拉一开始那个伺服器那边的话，也是马上就有啊，想多少就有多少啊。因为我刚在 U 7没看到半只，然后这边 U 8好多，你要跟我啊？我这边有人跟着，比较容易遇到。我这边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可是有些要，可是打完之后就要另外要去查一下在哪边有东西。人真的蛮多的，随便找都有。大只的。Black Bonnie，哎，不对，哦，那边好多。哎，这边远方那边的是吗？是哎、欸。任务在任何地图都有。哎、欸，我按到什么 ？Sounds 哦，他这边会帮我显示。哎、欸，这边有。哦，这不在。算了，这边，耶、yeah ，码头。哦、oh、耶、yeah ，所以再多打几只这样的吗？多打一点。一根木棒等于多少金币啊？木棒棒。多少打多少啊？
顺便接个俱乐部任务。对，我还没有接俱乐部任务。哎，俱乐部刚好有中古高原和妖精之神。甚至都不用飞呢，我只要在地上走就有了。这算大暴涨的类型。好，中古高原也有，有不错多。我真的觉得 U8 数量是 U7 的好几倍啊，除非是我刚刚去那个世界都被人打完了。可是这应该很好涨。我刚去有个 U7 世界一只都没看到。我这边现在这个 冰雪 就直接跟上来就一直有，就处在一直有的状态，嗯，蛮方便的。哦，打这些还会掉箱子啊！我顺便赚那个造型。啊，其实他们掉的装备稀有度也蛮高。可是我另外装那个戒指之类的东西，所以掉宝稀那个稀有掉宝那个。掉宝力都再增加一点，可能也要看。结果我装了增加掉那个稀有掉宝力的戒指之后，我就没有再换下来。对啊，可以一直带着就好。啊，不在。好，他打我好痛。有马，有马。牛马，牛马！他叫我打副本，好多马。这些马头人会重生吗？不知道哎、欸，我也很好奇，我很好奇到。哇！刷完之后就要去其他地方，还是说在这里？哎、欸，远方还有。看我这边至少打了也有，被挡住我看不到，我28根了。哇！有了，观众带着，他超快。哇！一直都给那个彩虹等级的东西，好爽。哎，有一只大黄蜂，这是火蜂好了，啊，被打死了。然后他就死掉了。对，然后他就死掉了。马，冲啊！好快！好，前面有一只，好多紫矿。大马，大马，我他从天而降的时候，而且他比一般的马还要大只，是我称他为大马。大马有金掉箱子的样子哦。哦，有吗？因为我现在打到一只有掉。怎么样？先下我打完这一只，我再。等下我是不是拿到白板装备？我看一下。白板。超！我刚刚看到一只很，我刚刚看到白色的东西啊。你刚说有机拿到什么东西？就是那个黄金箱啊！我现在五个了。哎、欸，等一下，不对，我是按哎，我看一下，我不对，领取啊，领取是宝石的啦。嗯，好多好多好多。然后绕一绕又回到冰雪永动双眼、欸、不对，永动双眼没有吧，看看有没有啊。没有，我看到那个中古公园那边还有一只。说感谢你的赞助，可是我刚刚没有看到。没有，我发现有吧，发现这边一直有东西。我来去上面那一区好了。我一直发现这边有东西，所以我就一直回来打。
这个是半点挑战。什么叫半点挑战啊？因为现在是八点半。回去 hub。要回到 hub 啊！我们先，再打完这只就先回 hub。然后进去就是躺着领奖励吧。躺着领奖励哦。因为其他人会帮忙打。冲啊！这怎么一直跑啊？喂！好好。现在有官方繁中啊？没有，我们这个中文是装别人汉化的。对，我们去网络上找，所以请如果你需要汉化，那个巴哈一下。对，巴哈，或者是Steam工作方也理论上找得到。我要先把我不要的东西先拿去分级。其实有些武器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可是没总体上没有超过观众给。哦，可以一直刷，这可以反复狂刷哦。你是说专属活动吗？今天 bug， 今每个半点都有出哎、欸，哦，好多皮蛋卡，所以我跑进来了，然后跑进来之后往里面冲，是不是？对，走传送门。冲啊！啊，大屁股！是皮纳哈本身是红色的吗？我印象中受伤才是红色的吧。是啊，它本身就红色。能是红色吗？不是它一直受伤才是红色的吗？哎、欸。哦耶。对，那就是黄医生。这只会推人了。与你的房主交谈，什么鬼？对，那个是一个小任务，新增冒险任务。不是啊，他每次那个任务都要另外自己调才可以，他不能够主动的。他只能显示一个。感谢你击败，请回到让你的冠军知道我很安全。刚一手看到惊叹号。回到 Hub 再去那个。哦，还要再用一次 hub 一个，还要再用一次硬币。这硬币怎么吃很像猴片之类的东西？那个 campfire 先制作完，好了，然后 house coin， 看一下，用硬币以后找大只的马讲话，哪边是大只马？我自己这边的大只马吧。欸、是说这个旗帜到底可以干嘛、啊？除了装在身上之外，呵呵看他有没有加什么东西。来，哪边有旗帜、啊？就是你打死那只大皮纳塔中间的箱子会掉旗帜。哦，旗帜啊！哦，刚拿了暗影的旗帜啊！我没记错，它就是穿可以带上去的，可能会有一些作用吧。我刚刚有看到惊叹号，现在有没有？为什么我不能啊？需要等级死什么意思？就是等级死啊？不是什么东西的等级死啊？职业等级死啊？你已经超过了吧？对啊，所以我才困惑为什么我不能？你不能装啊？换箱子啊？你可以拿一个旗帜当装饰。你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旗帜，分解掉换箱子啊啊，那是不能带的，什么鬼？可以带啦，只是他没有加什么能力啊。问题是我连带都是不可，我是不能带的，不能带。所以我才很困惑啊，为什么
人带解的。我先把一些箱子先开完好了。那神龙现在已经满满的。什么 Empyrean Barrier？ 什么鬼？看一下。天空护盾，不屑职业的宇宙与属性大宝石。哎，什么？还有什么 The Orb？ The Orb， 什么是奇妙的东西？然后一直对啊，还一直拿到。然后箱子又箱子之后又是拿到箱子，箱子之后又是拿到箱子，搞什么？给你抽奖用的，抽抽抽抽。先把一些该可以抽掉抽一抽，要不然我身上就是，反正怎么拿都是 flash 嘛，所以没差。还有一些空白的，还有什么敲？哎，我拿到两个 Charles Core， 装上后会获得相关能力，可是所以我要弄上去是不是？大宝石就大宝石啊，你看有缺什么就装什么。它是什么宇宙大宝石什么东西？宇宙大宝石就其中一种属性嘛，就跟水、空气、火一样，它是宇宙属性。在你的宝石页的右下角，那是宇宙大宝石。哦，我身上只能放一个，对不对？我没记错。对，只能放一个大宝，就是一个属性一个啊。一个属性。然后不同的。大宝石会有不同的技能，所以他刚刚说的是，或许你可以挑挑看什么技能比较好的。哦，所以他一开始上面就会写吗？有啊，他那个宝石下面会写说什么技能这样。我先可以去打宇宙了啊，问题是菲娜还没出现啊，我就没连职业宝石都还没打了。我只会打飞啊！觉得我们去打宇宙光的光等太低。啊！能力重复的功能，我自己在这边装看看。大师，哦，继续刷。我还没有解锁大宇宙宝石，要直接等级25。还没死哇！请观众大大帮你刷等，不用啊，就慢慢弄就好了。我这家原来他是这样子设定。对，我是觉得接那个叫什么、啊、前哨站任务的经验值很多。他这边有一个什么 the 那个什么 the orb， 那个是干嘛的？闻起来像咖啡混合着一点烟，烟熏咖啡啊！你感觉到什么？感觉好像可以吃它，当食物嘛。可是我放在它好像也不能放在食物栏位。哦，是啊，它也不能放在食物栏位，什么情况啊？这个、啊、搞什么？PR 多少了？也还好啊，5312，哎，等一下，好，没有比飞鸟高了。我要先啊，哦，刚啊，刚打那是皮纳塔之前，我要先刻那个硬币，是不是？这我不知道要不要刻呢，因为他掉的东西都一样啊。刻，要不然他这个任务是干嘛？什么 house key house coin？House， 你说哪一个？为什么 gather house coin 呢、啊？要十个硬币的那个？哦，那个就是之前接那个萤火的任务、啊、相关的。萤火那个我已经把它完，我已经完成萤火了。啊，那就是另外的。哦，那个放在那个要拿去按 T 用掉、啊。哦，这他喵的，现在还知道是这个设定。说实在话的，这个游戏里面的吉祥物其实是皮纳塔，不是龙吧？它皮纳塔吧？垃圾。
它用掉可以干嘛？哦，是拿来吃的意思吗？吃垃圾？为什么吃垃圾？他干嘛给这垃圾的东西？难得。哦，我把它吃掉，然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哎，我已经完成什么？我已经完成任务了，追根矿源，就突然给了。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到后面变频了、啊。弄错。是说弄在这里是不是？按 T。然后，糖果龙。哦，我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就只是这样子啊，它也没什么反应了、啊。就克咖啡吧。等一下，等一下，飞谁？好，看到了。哦，好，不对，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太混乱了一点？哦，不，解完任务就没用了。可他是一直重复拿到呢。哦呦！你别跑啊！你这是……然后说什么 ？Make a generous donation， 感谢你做这些事情。但你可以花你的 house coins 跟那些买一些东西啦。The house will really precious。分解一下气质。如果你懂那一些 house coin 的话，他们会很高兴，就是交易跟他们交易会很高兴，很 happy。什么妹？就懂那？你说龙在哪里？我怎么连龙的样子都在哪里都没看到？你要走的话是可以走哦，在下面这个、哦。要进去吧，要进去是可以进去吧。冒险环节，还有人来吗？没有的话就准备走了。说什么东西？糖果了哈。糖果，你们先打。好吧，那我们去吧。Desk line of。哇，这是7-11的，我那是7-11，好大。Along with the stick。什么？这是哇？怎么收集10个硬币？身上东西太多了，我身上满满的。我先回哈。他叫我抖内，所以叫我去跟他交易东西吧，我猜。可是我要先去分解东西，这不分解我就爆了。哎、欸，不对，什么黑马？抖内硬币的，太一次性太多事情，有点混乱。我先看我的，对，还给我是框架。光辉暴击跟物理伤害，然后还有光辉之魔法啊，好吧，我这边的大部分是。我刚刚换了10个硬币，那是拿来干嘛的？10个硬币，挺小的。Make a donation， 哦，他donate 50次，好吧，那我刷50次。怎么donate 50次啊？他就是旁边那个 Donate Station， 然后你挑一个合成的。啊 ，Donate Station。哎，我什么时候这么多什么 Anti 什么东西的？哦，我在合成 Donate 的时候，它就会掉皮纳塔，难怪。哦，哦。我想说皮纳塔是哪来这么多？八的话是一次抖50个等于50次，对啊，要不然
抖一次抖五十个等于抖一次，那我不就完蛋了吗？我先气死了。都都可能好。打活动挑战，所以所以现在再去打活动挑战，好吧？所以这个 Gather House Coin 就是去打暗影来收集硬币的意思。你说打刚刚那只皮塔塔掉的旗帜吗？他说 knock out shadows， 所以就是打任何的暗影怪，包含那只马吗？打个马，一次打 boss， 所以就是那些地牢的 boss 都是。哦，那些就是所谓的暗影怪，应该是。在雪中啊！向日葵第四季花啊！不知道为什么多少人在掉，可是我才刚换完，我下一个勇敢学生冒险完成，好。Final。现在任务已经是在我好像是到最终阶段，看一下。最后是的，我是你的朋友。你了解我，你永远都了解我的。我在这边，我在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请帮我做一个事情，把那个 Orb 吃掉。哦，所以这个东西叫我吃的那个玩意儿啊。就是看，这不是叫我吃那玩意儿，那我前面吃是搞屁哦。咖啡味，我前面就吃一次。可是我那已经写 final 哎，那么已经不是九，已经不是十一之九了。冒险完成。哎，还有，哦，之后啊、哦，好吧。什么东西？让任务解这么快啊？我们不是刚刚才同一个进度吗？我吗？是吧？我可是我的 house coin 一下就没了，我就莫名其妙的完成了，所以我自己很困惑，我很困惑。然后现在，现在还在十一之六啊。Something must be. Come back and see me at once. 说跟谁说话？到木材交了、啊。那是木材交了，要不然你要？哎，什么？哦，啊，跟他讲话了。然后，很不幸的是，你的旧家想要你去确保。这样子讲话好麻烦。Shadow Debacle， 我已经给了你新的家庭代币，什么鬼啊？看得好痛苦、哦。Super Foreign， 不是啊，你不交，哎、欸，好像交了没关系了啊。那个东西，反正那个东西不是每天弄都有啊。那不是非常、欸，好打一个，所以要打十个副本，十个副本。哎、欸，十一是想跟我讲什么东西？我已经把家庭待遇放在你的包包里面，你可以换个新的东西。要重选阵营啊！搞什么？选阵营的意义在哪里？那我又不能选，选没用啊！就是还要挑有 boss 的才行。我现在很困惑，我现在不太确定我要点什么东西。太乱了！我怎么突然就拿到了一点碎片之类的玩意儿？
Still want to stay with Lane after the shadow debate? 我要从身上拿东西吗？我打这个还不算。身上拿东西之后，然后再……这是现在 Hub 的 Boss。再选一次，然后30分钟好了打。我好像完成什么 Sunfest Unity Pinata Better Together Please Don't Me Break Apart， 请不要把我，请不要把我击毁。这就是个，就是个拿叫你拿皮纳塔的小东西。哦，那个 House Coin 真难收集，打这么多才两个。等一下，这什么？可以收集 Have Grand Three Jump and Summon a Friend Follow You。所以这个东西我吃一下。旁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小东西啊？这个圆球是什么？这个圆球，这个圆球是什么鬼？收集十个币。我看这个游戏又 crash 了，它是不是这次改版不是很稳定啊？哦，糟糕！我已经 crash 两次了，不太妙了。那好像11点要维修啊？有吗？可是我这边一直没有公，一直没有显示说要维修的情况。刚刚7点说他有说4个小时后要维修了。好吧，那行，那我先回到俱乐部好了。我要准备成为农夫了，而且我要先把一些东西收进去，要不然的话我快满了。我光是那个龙蛋碎片就快把我身上塞满了，我可以笑。在哪里呀？把这物品收起来，全部。上充斥着各种，充斥着各种龙蛋碎片，我们这边超多的啦。把它统统丢到箱子啊！对啊，真的是全部丢箱子里耶，要不然真的受不了。也不是说就是很多，可是你是很占空间。丢箱子就好，箱子比较占空间。现在要先把它身上，然后先来。我要来宠农夫的话是 garden， 这东西完成。如果要完成半吊子的话，我要先丢岩浆海绵，我要做54个。嗯，这码头人不见了。马男，按右键，什么东西按右键？不，你要先跟我讲，那个按右键是什么意思？Make a generous donation。哦，按右键啊，好了。好，然后先一次性做完之后，我就拿去丢。那个 orb 其实我已经可以全部丢掉了吧，或者吃掉，因为我现在用不到，对不对？采集日。为什么我3个 orb 啊？不对 ，orb 可能就。我把那个奥罗都吃掉。烟熏咖啡真是听起来很诡异的东西。好，先来看看我那个，我可以学习，我可以做哦，这些都是花种子啊。
所以有些要到300，所以我要尽量先完成。所以我又要等到9:30才可以完结这个任务，也太久了吧？唉，结果我没办法继续解这个任务。哇，你没有打到那个东西啊？因为我没有像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跳这么快啊！我刚刚还在解第六阶段。我第六阶段是突然，我不晓得我做什么事情，突然就完成了。然后我就突然看到我跳到第7，只能等9:30了。我先去找岩浆，岩浆当然是直接跑岩浆海啦，他们就是海而已。岩浆海，今天走对啊，然后飞鸟的话基本上就是9点以后才会出现，然后稀有的话是他最近比较有点失眠的情况，所以他今天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翅膀，还不错。什么翅膀？有什么东西是翅膀？他好像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送一个翅膀。然后那个翅膀是烟火。我拿到的是 credits， 不是。我没有拿到你说的像。我没有看到你说的像是翅膀，是今天活动给的吗？因为我是刚刚拿到的，它就是归类在活动类别，还说是要打那只大的皮纳塔，我不知道是谁掉的。那我不晓得。什么 random？ 今天根本就是完全陷在活动任务里嘛。整点完之后就是弄没多久就是那种半几点半的那个任务，嗯，然后半之后的任务又是又是整点任务，那是无限循环嘛，整点半点都要再打，对啊，整点跟半都要同时打东西，超好笑。可是我很怨恨的是，其实我旗帜是放不上去的。到底为什么？对呀，需要等级时按银武级，不知道为什么你放不上去。我来放看。好哦，丢这个海绵，还要我一直连点。嘿，不知道是不是有 lag， 我看到我的那个数字是突然浮上来要往下降的，搞什么？哼。这颗宝石很好，然后莫名其妙的，我的彩球就变21个了。Why？ 为什么？哦，那我现在可以回来，先回俱乐部。他接下来要到绿手指，是不是要其他的东西啊？我要变成绿手指的话，是不是还要需要其他东西才可以完成？绿拇指，我现在是园丁嘛，园丁的话我需要其他的东西。里面最需要其实是什么 compost 的东西。嗯，还是我应该先种一点什么东西出来？左边这个左边是可以种的，对不对？是吗？这个东西不是拿来施肥用的吗？我现在只能当到园丁了，会不会最高园丁了？会不会太扯？我只能成为园丁，我只能当到园丁。我是不是因为没有其他材料，所以我还不能做这些东西啊 ？Maybe， 是好像是，我可以做装饰品，是可以拿来种还是不行的？什么 chip card？没关系，那我先做一点那个，我的是电浆海绵，我做下去也不是种子啊，才是种子，是红矿花种子，还是我只能够做一点比较基本的，
精灵旷野，精灵旷野刚刚好。精灵旷野，等一下，精灵旷野是走哪边比较快？我又可以只打19个副本了。哇，真的好多可以种东西哦！哇 ，what the heck？ 是不是你有收成东西就会拿种子吗？应该是。这下面的矿也比较大。啊，这一小时后发芽，那为什么我不能种？嗯，我这边种不下去吧。可以放，可是我只能放那一格是怎样？枯萎的可以清一清。我刚只放了一个这个而已，放在最角落，其他我怎么放不了啊？按一收成，是哟。这是不是就可以放？我这是什么肥料吗？有人跟我一起了。原来我在提拔，难怪人这么少。我上次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搞太多。这样还没死。哇，怎样？我怎么突然我有新东西可以领取？搞什么鬼？恭喜你完成任务。25金币。哦，你获得了某一个专精还是什么成就吧？算了，我先多做一点。我这个应该是，可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肥料，我实在是看不出来。还有光那什么光辉什么东西，园艺系统，我先把一些可以来种植的东西先种一种，省了身上一堆东西，省了上一堆东西，还是说是我距离太近了，反而它没办法放。啊！变成方块，变方块超惊恐，放成方块了，挖掉。反正连就是随便种一些乱七八糟的植物。不过另外一个人来了没啊？枯萎的怎么处理到枯萎的？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才看得出来是枯萎的？他应该有写已经枯萎了吧？我看到我看不出来哪个是枯萎的啊。我看得到是准备好浇水了跟可以收成的东西啊。打掉，就挖矿挖掉，或者是打掉啊。啊，这个就是枯萎的东西啊。哎呀，是那个吗？不对，那我前面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灰烬？我放过一些东西，那这是什么东西啊？灰烬？什么 unripe compost heap？ 这个是什么？肥料类的东西，还是枯萎的植物草？现在超级累个，想想也是理所当然。所以你没有雷刷哦，我还在种田。好，我先去刷。我去哪一个点会比较方便啊？去 T7 吧。有 T7 这个，水世界。去北方好了，北方有个大堡垒。然后我找那个原始世界进去了，然后找什么精灵矿野？对，蝴蝶。啊，我自己也挖。
算了算了算了，关，打打打，不要太久。下一个。精灵矿也是在地图上什么颜色？就一个蝴蝶图案呢。啊，蝴蝶吗？啊，那就是什么小蝴蝶？哎，还差两三个，看到啦！我看到精灵旷野啦，看到精灵旷野在远方了，是不是迷路了？哎，等一下啊！安稳稳的飞，就很像他搭飞机一样。飞、欸？啊，然后就让他飞那个、啊、飞高高的，然后一边开地图，然后这边看他什么时候抵达、啊，这样子的感觉。飞？就到头来是要知道怎么看懂，要能看得懂这个地图，要不然就那真的很麻烦。为什么突然坠下来啊？我不是那飞，隔壁有人在打吗？会到会到。我真的都只有我一个人在打，其他人都在躺这里，那裡啊对啊。哦，我打完了。啊！赶紧逃离这个地方！哇，那哎，精灵矿也哎，怎么？为什么我已经？为什么我已经在四？我已经四十，我已经跑到四十阶段了。为什么跑到第二阶段？我自己是，我毫无感觉。隔壁有人打吧？哎，不是，是因为我有加成吗？你是到 T7 还是 T8？ T7 打一场应该就差不多近40了，打一个就已经是五个了。对啊，所以你多打几次40也很好解。等一下，等一下。中古高原还没有打，OK， 哇，好大的和平山丘，好大的和平，超大的，没有任何中古高原。我听过好大的邪恶，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好大的和平，好大的和平。意思就是说很平的意思吗？好平，好平，好大的邪恶，好大的和平，原来是这么相对的东西。好平，好平，结果还是没看到中国啊！这是朵拉，那是 Dora。边在北方，笑死！喊一只暴龙决斗吧，你这个胆小鬼！暴龙？是啊，我没看到暴龙在这一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坐骑那个啊，应该被人干掉。啊，所以我跑高一点的那个段位的话，会一次给比较多是不是。对 ，U9 给的经验值很多，可是。U9 很难打，但它不是每一个前哨站任务都是要你打，有些可能只是叫你挖矿嘛，所以像那种挖矿，你就可以去 U9 解。
你就可以赚很多经验值。我最后我觉得 U9 已经是要一群人一起去一起组队打了，已经不是单打的情况了。啊，除非你 PR 破万。瞬间看到了。啊，不对，这边是别的城市。不会吧？难道这边的朵拉被屠牛 boss 被屠光了？哎，没有，这边还有，可以单打R，拿龙法。哦，龙法一直变身。龙法大变身。龙法是召唤小弟来打。召唤小龙。对，可是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打职业宝石。因为毕竟这个还是团，我们这个选择基本上还是以团队作业为主嘛。不晓得今天肥鸟会不会出现。会不会肥？会飞的肥鸟。会肥吗？越级打怪呀！啊！枪啊！啊！换我了！换你了！换我爆了！哎，这原来是阶段性。对啊，可是我现在换你 crash， 对，换我 crash 了。我还想说，我应该不会中吧？结果想太多，我还是爆了。搞什么？哎呀，哎，这个是会传染的。所以看来应该不是我有装模组的关系。我也是有装中文化的。嗯，因为我想说，我装其他一些 UI 的东西，好像应该还好吧。Shadow Fantasy 接受。接下来我要去妖精之神再打一次。我没看到蝴蝶，反正打配方也是算副本，应该还好。啊，不对，是古老高地，北七哦。古老哦。啊，真的没有了，那这样的话我要往别的区域走。古老高地看起来超像是七龙珠里面会出现那种地形。真的吗？它不就是山地？啊，就那种风格很像，然后是什么随便打一下那什么毁天灭地的地方啊，那种地形。啊，因为作者懒得画太细，反正都会被破坏掉了。都可以，小时候都可以预知说哪块岩石要爆掉了。红看起来颜色比较淡的那个吗？看起来有那个有画出现的，那就是了。太像背景了，就不会爆掉。画起来景物、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景物就是景物，它是那样算。嗯啊，不对，这是妖精之身。哎、欸，要打妖精之身是对的吗？妖精之身还是精灵矿？两个都可以，两个都可以，因为两个都是那个色系的，所以我想应该可以。哎呀，除了不要去世界天空世界火世界，还有，差点飞乱飞了。啊，大成的，那大成的每次打都打很久，真有意思的吧？要开始来规划下一只龙了吗？下一只要打什么？应该说下一只要收集什么？耶、这
云龙跟海盗龙这种简单的技能。哈？哎呦！今天好像很容易掉装。好，没关系，我还是走远一点。好，可乐，哟西，啊，好上了上了。我突然就完成了，哈哈哈哈！被你人打完了，耶！四十吗？还是九十九？九十九真的很夸张，也不要。那九十九怎么可能打得完呢、啊？是要好几种职业混在一起，是不是？九十九看是自己刚好抽到自己的职业，或者是跟团嘛？我觉得很难，就是除非是真的是整个团队，要不然的话很难达到最大效益。啊、打完了，有人打完。三天是不是超？那是不是超快、欸？打九十九还要祈祷游戏不会太卡。哎，哦，算好多东西了。给一块龙币，真贴心。啊，算了，先抠。真的很抠啊，抠到不行。哎、欸，是你云龙有拿到了吗？什么云龙？就是那个云端挖矿。哦，那个因为我龙币还不够，我来看，继续收集，对吧、啊？运气相当的，嗯、啊，会，对，单打可以，但就是不要累个。彩虹宝石 光卡在地图边缘就卡个五分钟。造型惊喜箱 ，surprise， 哪有奇怪啊 ？Golden Ticket 开到稀有的，哎呦哇！你开到 Hyper Pinata EX，Hyper Pinata， 什么鬼？这我要喊 GG 吗 ？GG。他点了之后，然后停一下，啊，发生什么事情了？It flies, it shoots, it parties. Truly the pinnacle of the Pinata evolution. 救急的皮纳塔，救急皮纳塔。这是什么游戏？这个叫 Trough 啊。对，免费的。所以那是坐骑吗？我那个。你看看啊，它是长什么样子？啊、像皮纳塔。对对对，应该就是坐骑。我靠！新的皮纳塔。哎，你有看到吗？你回 Hub 应该就看到了。好、哦，等一下回去看。红色的皮纳，所有龙都难打，谁知道啊？我就、yeah. 突然就听到咚一声，然后就啊。所以你已经那个可以飞吗？还是就是坐骑、欸？可以飞。哇！我起飞啦！稀有等级的，起飞啦，皮纳塔！欸、真的，它可以吐火球，哎，太爽了吧！传奇龙啊，开心开心的到那个远方的月巴鸟上面待着一下。喂，莫名其妙就开到。月巴，这是月巴老师，有人那个从上一次那个月灵盖那边，那个提取灵感之后在这边盖，老师说这棵树没有垮，真的是奇迹。月巴鸟还有这个布丁狗，布丁狗在哪里？我忘记了。下面，往左吗？旁边，旁边是哪一边？旁边是指右边的还是左边的？我觉得应该是左边。
我飞去左边看看。肥鸟旁边有个苹果，然后还有一个固定弓。哦，那你说的可能跟我讲的不一样。我这边说的月巴鸟是橘色的啊，橘色的有白色的。对，我知道你说的是白色的。啊，去看看白色的月巴鸟。一只是料理前，一只是料理后。然后你现在这边看到的布丁狗，然后往它的背面看。嗯，透布丁布丁。之前那个有一张迷因图，就是那个不，它不是会有那个就是两张图，一个就是高兴，然后一个就是那个不要不要，一个就是说 yes yes 的那个图，然后就放成布丁狗开心跟那个皱眉，然后旁边是动身的那个化石的那个挖掘点，然后就挖掉了。现在要用吗？现在打吗？那我们这群人有几个人有5000啊？我先开完那个什么 Dust Box， 我1000哦，他 Dust Box 是给1000的啊，不是哦，只是不一定的啊。什么东西啊？什么 Grave Access？ 这是装饰是不是？水宝石粉末香。哎，怎么都获得一些奇妙？感觉是一些其他的武器造型。对，这的确是武器造型，没错。黄金等级95，这是到底什么东西？不过有些造型真的是不怎么恭维就死了。嗯，直接宝石钥匙是什么东西？钥匙就是开箱子吧，职业宝石箱。啊，先让我那个种完，先让我种完这边可以种完的身上有的种子。能一起玩吗？可以啊。因为那个我在这边先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不是很清楚到底加俱乐部怎么回事。如果你们要加的话，就是现在上线。然后要在聊天室留 ID， 要不然的话，我很难保证，就是说你们不在线的时候，我加会不会有效？这我没办法确定，因为我已经尝试过我在线，可是别人不在线的情况下，把他拉进去俱乐部，可是好像可能是没反应的。所以如果要的话，就是上线要的话，就是现在上线，然后给 ID， 要不然可能就没可能加不进去，就算想加也加不进去。哦、啊，肥鸟要加能量上限哦，没有，我只有能量回复啊，所以真的这样子是没效的、啊。什么？所以就是对要都在线，对。有人回来，有知情者讲了，在线上哦，这个可以浇水了呢，是不是要浇一下水？你要不要浇个水？我拿个水壶。我真的只是中了我目前身上有的那些东西而已。哎呀，我没看到水壶、啊，等一下，还是给你浇。啊？可是我身上没水壶，水壶在哪里？该不会又肥鸟忘记放了？啊！我要重新写一次。我觉得他的邀请模式真的很麻烦。我先打 club invite。然后人名之后，然后我先打完那个斜线 cube invite， 然后玩家名称，然后接下来再是我们自己的俱乐部名，这超麻烦。邀请你集中，这样子才可以。我打字速度不快啊，所以很慢，超慢的。慢慢加。少一个 T， 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没有，我跟观众也有一个要加的，只是他，哦，他进来了，对啊，他进来了。戒指像我，可是我之前已经有拿过戒指了，那先给其他人需要用的。
主要是那个肥鸟啊，他有 po 一个告示牌问说有没有那个戒指啊，能量有啊，那有的话就麻烦放上去吧，他需要能量月八鸟。哦，我看到水壶了，我拿一些水壶来浇水。等下这个什么 house bandage 腐烂将会破坏全部此物品，将在21小时35分后触发。啊，这个会烂，这个会烂掉？你这是会烂掉的东西吗？太让人诧异了吧。我先把一些我目前用不到的。H O N E 哦，这边有顺手野，让你附近大面积的植物瞬间成熟。哦，骨粉吧，撒骨粉，对，就是像骨粉的东西。我还真的没有想到，那因为它是写的是液体的东西，你突然讲骨粉，我还有点愣住。还有一个是什么 Bubble Pop， 投掷后召唤出一个气泡豆荚。哦，这个就是那个像皮纳塔的东西，对对对对对，气泡般的皮，那皮纳塔根本就是像吉祥物般的东西。活动的阵营每日可更换。哦，这个桌，这个箱子，桌子什么东西？哪个桌子？宝石征服，你是说的是写在哪一个点上吗？Adventure 补充药水，这个补充药水是我会自动补充药水还是怎么回事？有些我真的是哦，职业宝石药水。最下面，我记得这个钥匙你可以靠解那个任务拿到啊。你有没有把那个解完啊？我没，你知道我还没有讲的。那个马上就要用掉吗？还是我可以先拿到宝箱就好了？先拿宝箱的话是可以啦。啊，我还没办法做那个，我还不够。对啊，你把那个职业任务给解完，他会送你一个钥匙。职业任务，专业技能还是？对，专业技能任务就是那个又臭又长，解了很久那个任务。他这个也不会特别写说几只鸡，对啊，他没有写几只鸡，他没有写几只鸡，这样子的话真的是看不出来哪个是哪一个。我看看你的专业技能现在有哪些任务啊？专业技能有一个制作书柜，还有一个走访 Geo 的地表世界，跟紫色传送门。那应该是书柜，是你做个书柜，做书柜。书柜不是应该是建筑吗？因为他那个任务就很长，他会引导你玩这个游戏基本上的一些知识啊。所以哪个是做书柜的？这太多了，看，我已经忘记是哪一个。哎、欸，今天只有你们两个、啊，没错，就知道到底有多。哎，好、哦，没关系。要来打职业宝石呢，可是丰富还没有钥匙。欸你们还没打、啊？还没啊！我也哦，只能跟我讲拿到钥匙。钥匙哦，因为其实破完一个，就是破完他那个整个流程的任务，应该至少会给一把才对啊！啊，没有没有，我是有放在 personal chest 里面的了。对啊，好，所以你拿到了。我是有啊，我是有一只、啊。那是要先我们两个去打吗？我是，可以，你要的话也是可以啊。还是肥蛋你要跟过来，我也可以打、啊，没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们的，然后你要的戒指在箱子里面呢。观众讲的，哦，太好了，太好了。这长什么样子啊？看看能量回复，戒指啊，没有加上限的戒指哦，对，只有这能量回复。哦好吧，那也没办法，因为我身上其实我自己身上已经有一个能量回复了，我龙法嘛。我现在还可以再做一个职业宝石钥匙碎片之后，然后再做出第二把就是了。
你其实一把就够，一个职业其实一把就够，除非你刷到宝石真的数值太低。哦，30分了，我要去刷。对，你先说。可是我那个我去刷一次啊，是不是我还可以再拿到什么东西啊？什么 strong box？ 话说这次有什么活动啊？我这个是哦，那个还对对对要花蛮长一段时间的、哦。我是建议你先跟我们去刷啊，没问题啊，我没问题。这个活动我可以慢慢解，对不对？其实活动还不错，因为你可以重复刷箱子，只是你要在换的时候，箱子可以开到一些素材。所以这个的话，我现在没有破的话，可以破这个现在这个任务吗？哦，对，就算没有任务，你也可以进来打。对，你不管有没有到那个进度，你还是可以打。啊，那怎么是暗影？你现在在任务里面哦？这个是暗影之塔的东西吧？看起来像暗影之塔的。它有个 hub， 有个传送门可以直接进来。怎么从上面掉下来？没有，是暗影之类似暗影之塔的东西。我也在想，暗影之塔到底跑掉了。而且这个每个整点不是只能打一次，可以一直打一直打，打到它时间结束。哎、欸，话说我看到你聊天是有些人要加不加工会吗？来加俱乐部，有加了。刚刚有加两个人了，欢迎加入。要盖建筑什么的也行。可是那个职业宝石钥匙，我不把它做出来的话，大家可以用在别的上面吗？就是因为毕竟你背包是共用的、啊，你只要去打完，你其实甚至可以，因为它是这样子，你要去那个什么暗夜什么地图的那个地方去打一个副本，然后那个副本打完后会有一个用那个钥匙开的箱子，然后那个箱子你只要就是你甚至可以打完后换成其他职业来去开的话。他拿到的东西也是给那个职业来的，所以反正就是一个职业一个就差不多，除非你想要重刷你的那个宝石，因为毕竟一个职业只能装一个，那个不管颜色对不对。然后刚刚这个任务那个今天我们做完这个任务之后，我开那个那一堆黄铜色的箱子，就拿到超级皮纳塔。他开到红色的坐骑了，超级皮纳塔坐骑。那皮纳塔骑上去会有那种烟火的翅膀效果，会飞，还可以吐火球。对啊，很超夸张。总之就是皮纳塔中的皮纳塔中的皮纳塔。等一下，你是皮纳塔龙吗？是龙吧？皮纳塔就皮纳塔不是吗？因为是活动的坐骑啊，它是稀有龙，它是龙哦。哎、欸，那不错啊。它竟然是龙，它是龙哦。关那个、啊，确定你拿它那个有人在那个频道里面这样讲的、啊，稀有龙啊，所以我才超压抑啊。是很稀有的。对，他说那个，请照顾我，不要把我打成碎片。我没有足够空啊，什么？我没足够空间？没有，那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个小提示而已。那其实就只是说你把东西都拿完了。飞啦！皮亚哈屁股上发出了像是烟火一样的东西啊！很难想，慢慢研究这个。当我讲完这句话之后，我突然不禁的想到，如果钢铁人在喷射的时候，如果还要加上马力，是不是从屁股后面的伸出一根管子，然后去放加足马力飞？我看到也有人想要加俱乐部啊，我看一下、啊，加。好了，我腰了。哦，总算解完这个任务，我去跟。这个小方块讲话，那个小方块真的一点都不起眼、他看的就是我们一般带宠物那种感觉。对，还有一个点要补充，就在打那个职业宝石，你要开箱的职业至少要5000 PR。哦，可是 U8 不是5000才能去吗？嗯 ，U8 不就是5000才能去吗？对啊，反正就是你要开就是5000，有些人会那个啊，进去打完副本后换一只
在职业换职业啊，他不会把你强制踢出来啊，但就只是你在里面不能捡到任何东西而已啊，所以他也才会有这个限制啊。所以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啊？好问题，几乎都会持续两三周吧。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一直刷那个东西，然后去刷粉成碎片之类的东西。对呀、啊，那个很方便啊，所以最近可以开始弄起来。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说，那个到底书柜在哪个座？在哪个地方？好像是 Highland 的高原的那个高原制作台。Gosh， 下礼拜。哎，那这个传送门的打完后要跟哪个人交谈啊？对，跟谁交谈？传送门里面应该有一个任务可以接，然后对，那个接完后要跟谁回任务之类的吗？还是哦，这个吗？要先加入一个 house， 就是加入一个阵营。他现在有三个阵营可以挑一个加入，哦、其实就是主线活动主线任务了。哦，所以主线要破到一定程度才能接完这个。好，多，不过他这个每个小时都会出一次。对，所以我看一下啊，这东西做出来。Select 第一个任务是 Select 号，我现在看怎么选了。啊，他这个活动任务有一点复杂，所以我们才讲说你现在先不要做。对，我这之后先不要做那个要，所以你们准备要去打了吗？好啊，因为其实你们现在我看一下。你们现在打的 PR， 打的那只的 PR， 我看一下，我的应该够吧？应该够啦。没有，因为主要是那个其他人，我那个其他人可以帮忙打一下，因为毕竟虽然他说是最低门槛是5000，但是对于一直刚上5000的人来说，去打那个副本挺难的。他的副本就跟 U8 的副本差不多吗？更难，他的副本会比较大型一点，就是他会要那个，就是他会要生存几波，然后那怪物有点会比一般 U8 来讲还要强一些，然后那会比 U9 还要强吗？有 U9 等级的，我觉得比 U9 可能还要再难一点，他单只怪的强度的话，好，就是 U8 的那个职业比 U9 的普通怪还强。我发现是皮纳瓦兹。反正这个，你先讲。没有，主要是这个地方的副本，第一个就是打的职业 boss 才会来了，所以其实就是打过一次后就好了，一个职业打过一次后就好了。甚至是你有一只高等的，就用高等的打完，然后开你要开职业 boss 那只开箱子就可以了。我发现这只皮纳塔是可以在天上飞，也可以发炮弹，问题是。我不能在地面上就直接让他发炮弹啊！是，他不能，对他不能，他不能。你是龙，你是龙对吧？就我看一下是哪一只好不好？我在飞，我在飞。你在哪里飞？我在俱乐部。哦、Hub 吗 ？OK， 我看一下。在那个，哇、哦，小只，好小只的。哦，然后他可以，对，他跟龙的操作是差不多的、啊。对，因为他只能在他，而且他的那个固定射程是一样的。对，他那个传奇龙的那个射程就是这样，你得要在飞行的阶段才那个，对吧？话说，我们这观众这个也是同系列的一只龙吧？可能是到后面会变成这只吗？还是说怎么样啊？因为如果到最后会是这些龙话，那代表说这次活动任务挺值得解的、啊，哪一只龙呢？拜托，不。我们弄完之后拿到就只有黄色箱子，我这个是抽黄色箱子拿到的。哦，是啊，我是抽到的。那、我说的是这个啊，我说的是这只我们做完这次的活动任务，并没有拿到那个东西。那这只是什么？他这只骑的这只龙，龙蛋制作的，龙蛋制作的，所以还要龙蛋。好、哦，然后有人讲说这个上周就开始我们现在这个任务了。上周开始对吧、啊？因为我们上周是玩小游戏嘛。对。太阳祭期间才能获得400个必向 Hub 的太阳祭商哦，龙蛋要用400个。哦，还要400个币啊！400个什么币？等一下，龙币啊！不行，受不了！不行，我真的受不了。那只能给老玩家做、啊。哦，紧张。我看一下，我现在龙币到底。我家龙币有
325，好吧，108。因为我上一次又做出那只那个，我们去挖矿挖那个 cloud 的矿石的那只端龙，对，云龙。好了，很帅啊！就这只龙真的很帅。好了，我们先准备去那个去哪边打那个职业宝石。啊，那就是去 U8 那个啊，要400活动币啦，不是龙币啊，吓死我！400个龙币，四个正常人都买不起啊。活动币，如果他，龙蛋那有龙蛋是就直接做出来吗？还是他龙蛋还需要加上其他素材？我觉得应该是加上其他素材之类的吧。有加上其他素材，因为如果没有加上其他素材，那400龙币就可以换一颗龙蛋的话，其实算也算很好做。说真的，买了放箱子凑齐龙币跟素材。哦，就是先买龙蛋的意思啊。因为就是只有太阳季期间你才可以买到这个蛋呢、啊，你要先买蛋。还可以啊，我觉得已经够简单了，因为毕竟所有龙几乎所有龙都是在拥有龙币的前提。然后呢，做出来才算定义算简单的。好了，要去那个 Ctrl A 之后往哪边走？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原始世界那个在旁边横伸出去有一个永夜海岸？永夜海岸有看到。对，那去到 U8 就好，不要去到最后面，因为这两个地方打职业宝石是差不多的。那是去你那边就好，还是说我们都在同一个那个一个人传送过去吧？我先过去好了，然后你们传我好了。来，传我，看一下。跟龙祭坛第三页第二排第一只就是那个活动龙，可以看素材。OK， 我们待会回去看看。你想买？你想成为驯龙高手吗？我刚刚封破了，悟性嘞。哇！刷，一直刷刷刷刷刷。哎，对了，那个这些观众们，我们现在达成一个协议，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悟性跟封破。他们自己打这个副本怎么样？要是然后呢？第一次他们要是打不过，我们再来帮他打，好不好？对，我觉得打不过的情况就不要打了。凡事第一次都要体验一下嘛，反正死掉就只是扣一点点那个。死掉不是有可以帮复吗？啊，就可以帮忙复活啊，所以其实也没差，就是死掉扣的也就只是一点点稀有度，那个稀有度就真的没有什么无伤大雅，真的。所以我们第一次先来看他们两个先 solo 一场。是也可以的。那先去哪里？入口在哪兒啊？这里直接飞上来，然后你看这个祭台，先别按，打不过吧？嗯，我觉得大几率第一场再看看嘛。其实我也很久没打，我这那里它的难度，我记得我那次打也是5000出头，然后跟几个8000、7000的人的朋友一起打。这个新人试炼是？对，新人试炼。好啦，这个祭坛启动后大概会有两波还是三波，我忘了，没差。好啦，那个，那我们那个观众们，请先我们闪边站，先看他们两个打打看。风破来喽！我站着。哎呦，暗影巨象。巨象帮我清。这是他们的那个，听他们的那个。这是副本里面的内容。哇，快死了！要存活，要啊！存活并且打死三只。我捡五十来打我啊！对啊，怎么没人来打我、？Help me 啊！等待救援，你没有看到啊？你死在哪里、啊？我死在附近，我死在那一个圆圈旁边。对对对，人数人数变多。在那个 Winning Crow 附近那边的。有人快成功，还剩最后一只，不先帮我复活，然后再活死。我没有，还没有人帮你复活，你到底死在哪？因为我们真的没看到一个什么 CMOS 那什么 CMOS 那边，对，有人看到我了。因为他复活一段时间。啊！他喵的，还差一只，打完后就结束了，只有一只那个巨象怪物。我到底要复活吗？我靠！等一下，再复活一次，这血量不够，这血量真的不够，被打两下我就爆了。你这只 PR 多少？我看看你这只 PR 多少？5327而已啦。
327，然后难怪使用 class run 哦，我在那边使用那个钥匙哦。所以其实悟净的11000的打就其实自己打其实就打过了，所以不能完全清场，有路人是哦。所以我按 T 吗？难怪，我按 T 就可以了、啊。我保持对那个宝石放在你的快捷键，然后呢对它使用，然后你就会获得你现在目前开的那只职业的宝石箱子。哎，我是不是在双手祈祷啊？没错，按住就好了，按住。有啊，可是哎、欸，我拿到什么东西吗？啊？等，有吗？用哦，我捡起来。仅有，因为他其他人挡住，什么都没看到。呀，发生什么事？这次应该就是图，这次又是什么？哦，有其他人要打。啊，我们是被脱节，是不是？你们箱子，对，你们箱子拿完了吗？拿完了。拿完了，那回去开发这里感觉挺乱的，因为他这个副本可能是其他人来了之后，可能又是看到刷新的吧，一直有怪物。哎、欸，等一下，你说我会拿到箱子？你会拿到一个箱子，你仔细看一下你的背包，然后呢，开出来后就会是你那个职业宝石。不是箱子、啊，地板上的箱子吧？你会拿到一颗宝石，你有捡起来了吗？我捡到一颗黄色的。那个就是了，它是一个大宝石，然后但是它的图样比较特别，然后它就是那个就是职业宝石，你装上去后就会解锁你的新的，就是你的职业的特什么限什么巴巴瑞恩限定的水属性职业宝石，对吧？所以它只能取在其中一个大宝石栏位嘛？对，然后这个大宝石不管是不是不同颜色，你就只能装一颗而已。哦，那我就你要牺牲掉其中一个颜色的大宝石啊？对，其实牺牲宝石也不算，你可以去看一下数值，可能它数值如果没有太差，你就装上去吧。两颗星呢、啊？恒星两颗星这样子？不，我说数值是要看它爬数，它那个三个数值的爬数，用那个工作台看。哎、欸，我之前有教过你怎么看的吧？还是没偷忘了，算了，没关系。太久可以，可是这装上去宝石，我没有记错它的数值是多少。哦，至少有一个，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你的宝石分掉后，它的粉是完全返还，甚至有时候会更多，大概1.1倍或1.2倍的。所以粉尘是甚至会返还给你更多，但是它升级的 Fox 是不会返还的，所以至少粉的话是不会浪费的，对。改成垂直重击正下方，将敌人吸向你，并短暂麻痹敌人。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哦，我就不会往前撞下去，我就不会是这个样子，这样子往前。对你把职业宝石装上去，就试试看吧。哦，那个，另外那个，等一下你们的那个宝石，要是你们要换的那个宝石的栏位的那个宝石有升过的话，我建议你们去那个商城买那个500的那个把宝石拿下来的。哦，是没有去那个把宝石拿下来，对，因为那把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宝石返还，那个粉尘返还是你把你那个宝石拔下来后拿去分解的话，它的返还它会把那个你几乎所有就是剩那个宝石的粉尘全部返还给你，而且甚至有时候更多。先看一下我的宝石的数值，然后你们要拔宝石的话。去虐打新的地层，等一下，等他们慢慢忙完，不要急。怎么现在下面这看起来像是台风啊？你是台风啊？啊，风波，你可以先回来，那里这很乱。可是这边不是还有其他人吗？你是说回俱乐部吗？争取回俱乐部吧，你不会觉得那里很乱吗？没有啊，那边现在很平静啊，没有也没有怪这种人而已啊。啊，就是人，我说的是人。我现在我的那个重击就变这个样子。我来看一下悟星的那颗宝石，黄色的嘛。是我是把光辉的大宝石换掉。哦，对，我看到了你的，你现在原本现在装了这颗宝石的那个数值非常好，都是绿色的字对吧？它的趴数都绿的。所以你要不要就这些都有升过了、啊？对，那你不然你把它拔下来，不要分解，你把它拿就换给另一只之类的。哦，对，或者是你有第二把职业宝石的话，你再去打一次好了，换成其他颜色的好了。因为我看到你的职业，对你这颗宝石都是趴数很完，都很漂亮，对。绿，所以它是算。
它这个颜色就是只能装在空气宝石这个吗？对对对对对。哦，空气宝石。对，但就是黄色只能装在黄色的草里面。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Air Gen Duster Seed。Duster Seed。对 ，Duster、啊、光什么光辉，就是植物吧。它该不会你可以放天空宝石粉末种子？哇，真的，那个可以要种吗？现在你它可以种在俱乐部吗？是种在俱乐部的吧？它、那個、应该就是种在俱乐部的吧？我是啊是啊，那你放在管理员箱子好了，你放着，我之后来种，我看一下。那个反正收成的时候要收成的可以寄上来之后吧。它放在那个箱子。我是不是来拔宝石比较好？我放要重打一个。我先放上去，我放上去了。光辉粉尘的那个，超奇妙的，天哪！啊，我觉得结果那个数值看起来很好，它只是光辉宝石而已。我的是水宝石，真的。话说有人说工会任务要买天上是什么意思？天上，对，他说工会任务要买天上来开，不然买天上来，我不太清楚你现在做工会任务那个是什么，每天哦，每天上来开，不然哦，所以你们没啊，我懂，我知道你们没有权限开，对不对？你们是没有权限开，我看一下啊、哦。哦，难怪啊，拍谁哈？我没有那个是管理 NPC 吗？如果是管理 NPC 的话，气泡多久？我看一下啊。糟糕，我现在陷入想不起来自己原本要干什么的程度了。我要拿两颗才能拆这个宝石。对，大宝石有两颗，但是其实我觉得拆下来很值得啊，害怕至少不会浪费。什么道具要摧毁啊？徽章？什么？徽章只有一个。我想不起来要干嘛，糟糕！完了，我现在陷入一个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怎么了？我突然想不起来我原本要做什么事情。哦，记忆力衰退。我看一下啊，来升级宝石。我想看，你们观众比较常上线的会是哪几个啊？我知道 Windy Crow 挺活跃的，所以我要哪几个？我直接把一些那个想要解每日任务，我直接帮你们升级好了，就是直接升级好了，这样比较快。等一下，你知道浇水的东西在哪里？啊，算了，浇水的东西在那个箱，我忘了是管理员箱子还是那个。好，普通俱乐部箱子里面，我刚好找到了。哦，啊，算了，没关系，我直接把它全部勾起来好了。哦 ，NPC， 哇，离它远一格才可以。啊，这样子比较快，对。为什么我种下去之后没多久它就开始湿润了？这土是怎么回事啊？你问问迈克尔嘛，迈克尔也差不多这种不常理。可是你又没有放水，挡住了，我没办法放。啊，我说的浇花是那个没有，它那个浇花是某些植物，直到它你就是靠近它会有那种裂掉的时候，它会叫你，它说准备好浇水的时候才需要浇水啊。哦，它不是每个植物都需要浇水。这里是不是有几个是已经枯掉了？没有，我们都已经清掉了。都清掉了吗？那这几个是、啊？不好意思，让我拔起来看一下。没有，这个是枯掉的啊。啊，这是枯掉的。这三个是枯掉的。哇，你种了什么、啊？这是，哎，很那个很基本的东西，茴香都是很基本的东西啊。我突然想到，你们农业也没有，农业没有人，我也没有开嘛。不然，他、啊、那个我现在只到园丁，然后园丁就卡住了，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材料，对不对？材料吗？就是我要用材料，要不然我没办法解锁到绿拇指啊！啊，你不是材料，是那叫什么熟练度啊？对啊，我熟练度还没够到、啊。
但就是因为没有素材，所以我才没办法坐上去，不是吗？那所以你就要去拿那些素材啊，不然的话你就是做那一阶可以做的东西都会浓缩堆粉，浓缩堆肥，什么东西啊？堆肥，些其实这样看了之后也没有很懂发生什么事情。有啊，那个园艺跟那个我都开了，我都有开了，开始，因为我之前没注意到。我需要堆，哎，算了。你说有要不要先带风魄去做那个水晶武器啊？武器哦，水晶武器，战斗力会大幅提升。什么水晶武器？我记得他做出来只有加 light 值吧。可是会比他手上好吧？风魄现在是拿恒星武器吗？哎，我看一下，我现在拿的武器是恒星的恒星值。那不一定，那个用做的只能破完那个任务了。那个做出来的那个水晶武器，其实真的只有加 light 值，不会很高。你们现在没有去到去那个地角世界，其实有 light 值真的没有什么用。哦，可是比我之前武器好太多，而且 PR 值也加很多。岩浆塔跟花苞等一下再打吧，因为已经56分了。56分了啊？这么快？哦，对，好了。还要现在打吗？我刚进来看成大场景。大场景。搞太阳花跟大场花吗 ？No， 我不想听音乐。为什么我现在想听音乐？我自己就有放 BGM， 我为什么要听这里的音乐？那个放音乐的话，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天啊！我先看一下我的平衡，都放在身上。好，我看到这里有一些新建筑，让我猜这个是辉夜祭对吧？音乐方块啊！哦，你要放音乐方块吗？哦，你有没有继续往后看？你有没有继续往后看？我有看到那只瘫在那树上很久的鸟，我知道，好吗？这树没有垮掉。这个是什么东西？哦、oh, ，OK， 我现在看到这个是脸，不然我以为它是手电筒啊。Oh, 是什么？是海螺吗？什么 Novis？ 是海螺吗？为什么我这边 Peaceful Fields 啊？这个怎么像某个包？哦、oh, ，你要我搭这个是不是？等一下，谁做这个东西的？哎、欸，哪里啊？有人把我传过来了。哦，哎、欸，我要怎么搭？哎、欸，按 G 是不是？按 G 没有。哇，等一下，我看到这个是我，这个是谁盖的、啊？对了，我连我的跳跃次数都不够啊！天哪、啊，上面那个嘛，好像要从旁边建筑跳上去。我要怎么按那个 X 哦 ？X 哦，抱歉，这是用你们自己，这是自己盖的还是？干嘛？这个好快！搭上轨道车，他们那个应该是其他地方吧？哪里有？我知道。叮叮叮叮叮叮叮！公主再下一个，哎、欸，还有，哎、欸，好意外。哦，所以是其他俱乐部的，他们是其他俱乐部啊。有啦，我这个我也有去过其他俱乐部看过啊，这个我有看过啊。专属小游戏俱乐部，坐骑好酷，可这个坐骑算是国民坐骑吧？对，这个坐骑是，哎、欸。拿金币拿到爽，花多少时间做这个的、啊？天哪！一生只玩 Trof， 这太恐怖了吧！哇，这倒是做的挺猛的。可是我一开始超级玛丽真的跑超快的，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是因为我一开始加速太猛还是怎样。速度太猛了，看看 Google Translate 那个居然不叫 Google 翻译了。
等下，这个我已经听完了吗？应该还没有吧？哦，我要去哪个地方？这四个方向都可以吗？这个硬币挑战就是本来的。A show with server are coming down for updates. 一定要维修。那要从哪里开始啊？啊，到这边就结束了，就没有后续了。做的还不错，真的是很厉害。铁子还不错，这个其实是大神等级，我知道。只是我这个也有看过类似的，说真的。啊，跑硬币喽！这整张地图都是音乐，哎，你们怎么进去的？我刚只按了那个喜欢而已，可是我不知道，如果还要再去听的话，去哪边听 ？Music performance， 哦，有其他音乐啊。等一下，我先去跑硬币了。我看看，这是游戏的音乐啊。哦、oh, ，Jesus！ 喜欢这个世界，可是我现在要怎么按赞啊？我按下去之后没有出现什么东西。这什么音乐、啊？按了没反应啊！他只有跳出一个暗战的世界而已。喂、欸，数码宝贝哦 ，Butterfly。Oh.哇，这个挺猛的。哎、欸，这没东西。俱乐部应该是一整个团队一起弄的。啊，完蛋了，78，这要不要多少啊？啊，下面还有一些超级玛丽的那个建筑。有，刚刚就是跑到超级玛丽那边去听的。给。Homeward Heart， 是不是只要点这个就好了？啊！已经死了，那还好。哦，我的靠！我吓死了，我还以为我要再跑一次。啊，先赶快回去跑硬币了。那差一点的哦，天哪，真的差一点哦，差点把自己吓死。差一点，这次硬币是什么硬币？就是我上一次跑起来很困难的那个，日本，对日本的那个，我上次跑那个，真的很麻烦，没有真的很麻烦，那个真心麻烦。我没记得错的话，是有一个洞里面会有三个，对对对，等等，六平台那个，要挑金币，等一下。等一下，你说按这个是指什么意思？按我按了这个东西之后，它只是出现了这个东西而已啊！啊，它只出现那个像框框的东西而已啊！我没有出现那个，呀，啊，直接按不要打字哦。没有出现、啊、什么暗战的世界？哎、欸，什么没出现？他要先找一个有爱心的东西，然后点它，然后他就会暗战。我是有按过战的，可是他还是没有出现的。然后找到一个机器，然后对他点一，他才会暗战这个世界，然后之后才会去那个按键找到他。因为我的确有按过一次啊，一开始玛丽超级玛丽那个时候我就按过了，
有我按过啊，我开始是按的啊，还是我又按了一次？有我按了，我按了，有啊，出现出现。哎呀，跳不上去。这个是100哦 ，OK 了。什么雷电吗？啊，完蛋了！不对，这是什么侵略者还是小蜜蜂啊？小黄蜂，那这差不多是小蜜蜂那一类的。我以前是有玩过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大黄蜂，大好像是叫大黄蜂吧。大黄蜂是一首是一首歌吧？那他当时名字是取大黄蜂啊，因为有些游戏名字取就是会这样子啊。我知道有叫小蜜蜂的游戏啊，那就是一个画面，然后你在下面左右动，然后哦射上面的东西嘛。太空战士游戏，神奇那个宝可梦的要去哪里啊？从哪边开始、啊？我也没有确定。Danger, unfortunately, troll can play more than 60 blood in a stack. 哦，那是什么？音乐太复杂了。哦，我这边只靠超级玛丽的入口，哎，好好，头在这儿。哦，他怎么没有那个爱心的雕像？不是，我们看这个本日特卖是什么？啊，250，用什么龙币？嗯，看本日特卖到底可以买什么东西啊？就是可以买到本日特卖的东西啊。有时候他会有那种，就是你的彩虹币够，然后想奢侈一把一点点。一点点东西的那种，比如说像这次我看到我是250彩虹币可以买到一些龙币，这可能是75龙币吧，因为买下去就其实省了很多麻烦，然后只要就是反正那个有时候因为彩虹币你升专精等级它也会送，所以有时候就可以直接买下去。那仓库建不建议升级啊？仓库哦，你会常用仓库吗？因为我目前一页是刚好够啦，我们还在收集这些龙碎片，龙碎片很占空间。好，也是。啊，还要留那些宝石啊？彩虹币可以用 Flux 买？你是说，是游戏外交易吗？还是用什么方式可以？可以。那你说是什么样的方式啊？不是，不是。那是怎么样呢？用换的还是抽奖啊？是 use 啊 credit 真的？可以买 credit 啊？长臂豹哦，原来他也可以在这里买哦，真的。原来有人会想要卖这种东西哦？哎，真的有哎，还真的有。他不是，他是用那个250彩币、啊，对，在32万、啊，哇，这个但是这个 Flux 连我都是一个天价，哦，是超贵的那一种啊，就是说可以250在里面对250买这样子，可是就是价格就是看你要不要啊，因为我自己都。我买了彩虹币也都只是买那个，就是最低顶多偶尔买个5美元的那种，我没买到下面那种。原来像下面那种礼包的那个是可以交易的。还要不要扩建个仓库呢？1200块，看你。哦，这一次的特卖是250彩虹币，然后买85个龙币啊，还不错。个人箱子第五页应该已经开启了，你是说你的吗？开到第五页了，还是我看看？因为俱乐部箱子哦，
结果他的一般箱子跟管理员箱子是，就是两个同样的箱子是互通的，所以我们这样只有两页可以放。对，他只需要不放东西。哎、欸，他第五页是为什么可以打开啊？哦，对啊，因为我第一页是预设嘛，然后我第五页的居然是已经解锁。哎、欸，看一下我的，它是什么条件就会解锁？哎、欸，我也是哎、欸，是不是某个活动送的，还是我们用到什么道具不知道？送的啊，我把什么东西丢过去？把龙碎片丢过去。回忆太深了，我受不了。呜、噔噔噔噔噔，我来去听另外一首，然后整理一下箱子。我本来要去听洛克人的，结果是被拉走。别听了，我要去听洛克人。然后第一个是听到前面 一部分之后，然后就我就按了，然后就传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下一次呢，就是下一次是我要飞过去的时候，又被拉走，快笑死了！你们饶了风破吧。好，开始听，超好笑啊！话说我刚才不是有人想要丢皮纳哈跟豆浆，我们是不是先来丢一下，你们再去听啊？哎，等一下是这样子哦，哎，不对，要自己挑啊，挑音乐啊，对，是要挑音乐啊。完了，冯破已经完全挡不住，他已经完全还要再听 model。 对，我刚才意识到这种分 boss。 哎、欸，我传到了肥鸟屁股。哇子哦，鸟屁股。嘿，还有他弄的都是8P的音乐，要不然的话我这个东西肯定被推出封杀掉。推子现在超敏感的好吗？话说刚才我刚才打那个活动的那个现实任务的，有送一个棋子啊，但是这个棋子什么都没加，真的。哎，吴旭，我发现我另外拿了棋，我另外拿了一个棋子，我发现它可以装上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装，只是哦，它可以获得拆掉啊，对，拆掉获得宝箱，当然拆啊，拆它，可以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拿箱子了解，对，婆婆你要回来接受皮纳塔啊，皮纳塔的考验，噔噔噔噔噔，这边也有一些可以拿的，那个 two stage 皮纳塔，所以它跨页整体不会跳页，还可以，噔噔噔噔噔，皮纳塔的终极挑战。这次我没有拿到豆荚，哇，那个豆荚，我发现那个开起来更值得。豆荚看起来超像河豚的，好吧？哦，好吧，它是长这样子、哦。上次太急了，我根本看不到豆荚长怎样，我现在看到了。而且有一个豆荚看起来是戴帽子的，坏。哎，真的哎，我看到有一个豆荚是戴帽子的。哎，为什么？有这么不一样的吗？像海盗豆荚，海盗豆荚不是吧？丢完了，或者是有人电脑当了，记得说一声哈。应该不会比上次多吧？应该可以准备。哦，好，好。你是有，话说这些会吃稀有度吗？我是应该不会装戒指，是提升稀有度的啦。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附近八个人的奖励不是吗？这边有另外一，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吃到掉宝稀有。这个豆荚是戴绅士帽的，这一阵啊，哪个？这一阵哦，对，有些他那帽子都不一样哎，这个像罗宾汉的帽子。你那個、我是建议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视角调成那个俯视啊，俯瞰视角，对，俯瞰视角，这样比较看得到。好啦好啦，你要打就你打吧。这个是都放完了吗？应该是放完了。准备好了。OK OK OK。这个是那就好了，那就 Windy 你打吧。打打打打打打打。有点多，可以分开打嘛，怕卡掉。可以留一下，哦、反正我们每次都。哦。还好啊，不会卡。不会。
要相信我们电脑比较好啦，其他观众不一定啊。哇哟，出现这个是光辉的。哦，这么爽，那个卷轴太好了。来，我自己要看一下。这个是已经在收藏中。哦，我拿到五个龙蛋碎片。哦，这么爽啊！我一开始分不出来哪个是龙蛋碎片了，糟糕！你看到 egg fragment 就是龙蛋碎片，好吗？只是我不记得到底是哪个东西获得了。我已经开始了。豆荚我记得会，皮纳塔啊，蓝色皮纳塔会直接获得龙蛋，我没记错的话。我现在获得的就是那个什么东西，Blossoming Dragon Egg Fragment 这个花龙吧。花龙吧，还好没卡，没错，还好。Lucky of Troll， 开到那个要绿拇指才能开的。哦，对，有那种超麻烦的。还好绿拇指哦，就是你的园丁等级要到那个程度才行。先把它有那个两百，我有开，我有拿两百那种卷轴，我都先把它放着，之后再用。因为我发现我园丁等级那样子就有点升不上去了。对，你就要去拿那些素材啦。我看一下，我其实现在也有沙滩球欸，我现在也都要绿流直播。有沙滩球就可以拿来玩那个沙滩排球啦，可以做小游戏啦。但这个很有延迟哦，很延迟哦。要不然就是远程手不是很作弊吗？就啊，远程手可能所有人都要换剑士吧，然后不能专装备。对啊，对啊。穿装备也没有意义吧？就只是要砍他而已。有啊，你可以跳很高啊，跳很高，你跑步也比较快 啊？是吗？对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换骑士不错呢，因为骑士有那个冲锋技能，可以当做一个强的技能。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当做练了，要是他有练的话，我们这个可以来做这种小游戏的。要看，只是因为重点是打这个球会，这个会有延迟啊。嗯，要不然就是距离会挑远一点。直接看情况吧，因为不是有这个冲刺用那个吗？冲刺用跳方块，打到上面它会不会打到上面能不能让它冲出去啊？要不要试一下？打得上去吗？这个骰子是这骰子居然不是球，它可以打。其实职业宝石会改掉冲锋技能哦。我活动任务还剩最后一阶段呢，他是叫我换那个吗？换啊，你要再跟他重新买一次那个 house bandage。哦，所以不一定要换就是了，可以是原本。对，你应该是可以换原本的，只是我不晓得那个东西它可以干嘛。让我什么东西？之后再研究这个怎么做小游戏，我觉得这个可以来做小游戏，要不然的话。有人不知道做什么了，那也是蛮，蛮。等一下，我突然想到那个球，活动任务会用到彩球吗？不会，哦，不会，那我就把它丢掉啊，丢它。那个放在空，哎呦，好像超占空间，是还好啦，反正只占那一格而已，就是占了那一格很爽。还是有什么东西，就是把球打到那边去之后引发爆炸之类的。那就可以看得出来到打正之类的东西。对，我要看一下有没有这种方块。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这样就可以来玩那个像是射门类的游戏。专精100，所以那个买龙蛋的商人是在哪里呢？欸，好问题，他叫龙人。看看啊，这个东西我打到水里面会怎样吗？啊，这个球打到水里它会回来吗？反正这个球很简单做啦，所以你把它搞丢也不会怎么样。啊，我们做一只鸡的球。哎，它在那个方块上面，它不没办法弹飞了，很可惜。没有，我现在没有要去。啊，球撞球也是有效的啊。怎么了？他说第三页的第二排第一个。哦，那做起来哦，300龙币啊，不是400。
然后25000 flux 跟你需要是这个的什么东西？这是哪里？为什么我在地底 ？Primordial flame 500个。这还好啊，只是要去哪里买龙蛋啊？哦、球场哎、欸，天哪！哦，原有这个、哦、球场是球场。啊、等下你们是丢什么进去的？我靠，没有意思。踏上你，哎，不对啊，这个东西，这个还进去就完了。啊！哪个球啊？然后我现在看一下活动任务怎么解好了。哦，有球哦，你说的是球，有啊，不错啊。那旁边这边是什么？像观众一样的东西。啊，打到人头，听起来怎么有点恐怖的感觉？要球场活动任务的话，不要重到我们的副侧哦。什么副侧？就是它中间有一个任务要刷某个树枝，但是那个可以一直刷，一直刷，一刷。就是先不要去还那个树枝任务，你可以一直刷。去哪里？哦，因为你还了那个任务之后，你就刷不到那个树枝。那个数字可以干嘛？你弄到更多出来的话，它会帮你换算成硬币。哦、oh, ，OK。对，然后它每天都会重置那个任务。哎、欸，那怎么买龙蛋的商人是谁啊？我怎么没看到？呀、yeah. ，这到底是什么？都是有些神奇的地方。有时候可以去放一些其他的世界去找乐子。NPC 哦，是这个、哦，好吧？这是什么东西？啊，有看到了。所以它 Mark of Ty Steam 哦，所以其实现在也可以一直刷嘛。哦，它可以买到好多不同的东西。那真的是要疯狂刷那个龙啊！肥鸟，等一下刷的话，我们一起去刷，好吧？OK 啊，要变成魔力，要变成魔力。我在想这个选这个派系有没有分别啊？有没有哪个比较好，或者是怎样的？没有吧，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可能是影响到你买到的那个坐骑的外观吧。是哦，我想想哦，它有可以买龙蛋跟那个伙伴，没有爱心哦，有我看到了 ，Hanata House Badge 跟。Curry House Badge， 我买 Curry House Badge 好了。这个地方有没有那个爱心可以先点起来？要不然的话，我下次要来这边的话会比较麻烦。哦，如果你是土豪的话，你可以花 Flux 或什么冒险币买那个硬币。冒险币买硬币，那明天才能刷。是，还是我用冒险币来买啊？因为我冒险币超多的。咦，火队友哦，火队友任务对，对，然后看看要干嘛？他一开始就直接制作一个萤火虫活动吧，怪兽做个活动啊，谢谢。哦，硬币有分哦，三种阵营的硬币都不一样，超大的这个世界。这是哪里？三种阵营不一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这个这样还能一起刷？哦，没差，主要是看你加入哪一方，然后可能是我们打的是一样的。你是加哪一方啊？我加那个 Tyson， 就是那个金边的嘛。金边的啊、哦，我也是一样。有了，我刚刚直接用冒险币买了一颗龙蛋。你说冒险币是彩虹的那个吗？没有，就是那个像一把小刀的那个东西。哦哦，那个就是绿色那个。对，绿色的。冒险币多少？去哪里看呢、啊？哦，有了 adventuring， 我有12000多个。我看一下你说的那个那颗龙蛋人在哪里？下面岩浆那边。那三个 NPC 就是那个那三只龙 NPC 的其中一只可以买币，另外一个是可以买蛋。
啊，你是说那个看起来三只都像皮纳塔那些吗？对。Get on some stick， 这个是树枝吗？树枝是不是就是那个每日？那是每日物吗？对，它每天都会更新。如果观众是这样说的，你说这个币买完可以干嘛？可以抖内。你要你们刚刚讲的蛋是哪一颗？哦，追个 egg 400哦，你要先跟他买完这个币之后再跟他那个。对，然后币的话可以用冒险币买。他说用 flux 买，哇塞，我只20000买，我就觉得还不如用冒险币买比较划得来。哦，还可以用农币。可以用那个 Glean 啊 ，Flux 啊。为什么会有那种有个卖明明是也是20000 Flux，啊、但是卖99的、啊，然后有一个是20000不够，只是卖49而已，奇怪。因为它有限制吧，那个就20099的只能买五次啊。哦，是买五次，我看到了，原来是这样啊，看一下，20000买啊，什么 Glean 大致上都知道。20000 是99，我来看一下那个哪个比较值得。好了，今天先这个样子啊，已经准备10:30了。哎呀，好，那先准备关台了，就先玩喽。晚安啦，拜拜，拜拜。